好，今天是台服的这个魔化夏侯仪，就是铁爪夏侯仪跟方云的卡池开放的第一天。然后呢，方云是韩无沙的化身啊，迷惑这个高士金啊，然后顺便顺便下一些蛊毒，在这个秦维刚身上啊，应该不是蛊毒了，应该是咒法之类的哈。然后方云是韩无沙的化身，反而化身都比本尊强哦。韩无沙是极品卡，方云是绝品卡。不过方云的好处是什么呢？方云的好处就是他的天赋，击杀敌人后可以再行动。如果当你放了单体技技能击杀了敌人，会触发再行动。同时，你刚才放的那个技能哈，会直接重置哦，就可以再放一次哈。所以击杀再行动这一招，我觉得很好用。假设你打冰属的敌人哈，通常第一回合寒武杀可以杀死两次，因为它的暴击率很容易触发到，很容易触发到哈。好，来就这样开球，抽起来第十抽，让我记录一下哦。第十，究竟等一下哦，究竟会不会中呢？会不会中？我已经很久没抽卡了。OK， 不意外。就是现在，第二十抽。没有，几率还没上升哦。好，第三十抽，有我有画啊，看不出来吗？画得很丑而已啊。好了，我认真画好不好？不做效果，不做效果了。第四十抽，抽到一堆高士金是这样。我画一个大棒棒，你应该给我出一个方云吧？方云，丢犀利啦！干！第五十招，惨呢。我也觉得蛮合理的哦。高士金这么烂，干没有？我刚才打双面打成那个样子，不应该抽的哦。我他妈抽六十抽了，五十抽，好，第六十抽，靠腰嘞，人家靠已经14%嘞。好，第60抽，干，我不想都花到这里啦。终于有了，第60抽，1、2、3、4、5、6、7、8、9、10，不要乌鸦嘴。哪有伤财？哪有那么爽？哦，紧张哦！耶、yeah ，中我要的。家可全都仰仗大人了。仰仗大人了，嗯、啊，爽啦，方云啦。好，中方云，第60抽中方云。你们在那边乌鸦嘴，我再抽一次。好，再抽一次，再抽一次。第70抽，感谢各位。好，
没有，第七十抽没有。好，第八十抽。蝼蚁。OK， 我在乱画，看得出来吧？我最好是这样，可以画个冰梨。我怎么画？好，要第100抽了。蝼蚁，第100抽。反正是再抽到一只绝啦。啊，那一只歪掉或重复就算了。110抽。没有。好，120抽。有120抽，有平均60中一个，可以啦，还不如写个惨字。下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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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齿轮仍在运转，我们又再见了。哎，齿轮仍在运转，我们又再见了。厉害吧？还叫我不要抽。这样是120抽吧，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哦，130抽，是130抽吗？还120 130，哦，120各中一只，赞。好，一定是我刚才辛苦的原创啊，打成这样。我发现每次抽卡好像都抽到我想要台服了，虽然没有重复抽啦，但我觉得各一只就好，慢慢练就好了。好，我们来帮观众代抽一下。靠腰了，靠腰哦，靠腰哦，鸡歪耶，超小。哎、欸，十抽结束，我就真的省了哦。最后一个，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究竟？究竟？究竟是不是铁手的魔化夏侯仪，还是那个方影呢？还是歪的呢？究竟能不能按阿尔弗雷德的天地劫旅途的观众朋友抽到这个他最想要的铁手夏侯仪呢？我是希望可以此抽结束啊！拜托拜托拜托！对不起，对不起。奴家可全都仰仗大人了。对不起，对不起，我还是只能吸引女性的角色，没办法，没办法。好，来。第20抽。
第三十，我那时候在想瑟瑟的事情。好，第三十，就比较后面等很久才抽到。好，四十。但是我要先跟阿尔讲一下，方云其实很好用哦。我是说技能好用啦。好，第四十抽。好，没有。第五十抽。五十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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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抽。没有，六十抽真的是技能好用啊！第六十抽，六十抽，冲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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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冲啊！没有，哇，运气在第一次都用完了。怎么抽到一堆寒武杀？我有不好的预兆。一二三四五六六十抽，是七十七十的嘛？对不对？要七十的。七十抽，可恶！第八十，怎么这样？很像生姜，我就越画越丑啊！趴数已经增加了。第九十抽了，哎、欸、八，哎、欸、八，八十，九十，九十，第九十抽，五六七八，第九十抽，什么我代赛？有了啦，第九十。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也是最后一个，没有啦，一弹而已啊，对吗？是八十抽吧？对啊，八十抽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十抽，两只，一三四五六七八九，我有好紧张哦。拜托啊，给你面子吧，酒精。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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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的啦，不行的啦。哦，好，第十，第二十，好，第二十抽 ，Go Go Go Go， 没有。没有，好，第三十抽，给点面子吧。没有，不要怕。好，第四十抽，最后一次。观众的最后一次，龙猴力啦！艺术到我又不知道我要画什么，
越来越潦草了。怎么了，姐？四师姐？我先说啊，这个绝歪了，或者是又是抽到方云，也不能怪我了。我们已经弄最少的抽中三只绝了，好不好？啊！究竟不要歪，干你娘！三方云是怎样？三方云，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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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我这次没有帮观众圆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好啦，其实方云很好用啦，好不好？开始给自己台阶下，每次打方云很好用啦 ，OK 啦，再跑个碎片有没有？再花个15天啊，你的方云就五星了哦。哦，我又不是故意的，我又没办法控制。好啦好啦，这个先还给观众哈，我先登录我的，感谢阿尔那大师代抽，好，感谢感谢。然后就这样，可是帮他抽了多少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120抽中三只方云，平均40一抽，40啊，40一抽方云啊，啊就这样。啊对，然后方云的部分，我看一下。我应该是走上啦，我会先走上欸，但是因为其实也可以这样啦，大家可以走上走到底，然后点下路一招这个被动，但是我的被动我都是放这一个，然后因为这招是他的特殊技啦，但是我自己不会用这一个，这个可能打 PVP 会有用，但是因为他是特殊技的关系，加上上路就是加暴击嘛，我没记错是加暴击，上路会加暴击啦，所以我会走到后面去，因为暴击加很多，因为他的面板属性就是暴击是假欸，所以我会冲上面的暴击跟气血啦，那下路这个。单体绝学射程加一啦，我觉得这个也是蛮不错。但是我记得我好像不常用，对我好像不常用。啊，我还没有仔细看呢、啊。但是我之前在别服是用这个走上路的方式。哦，100抽各抽一，那也很强啊。然后我会用明星颠魂，我基本上这一招我是常驻啊。因为这招可以就是对那个敌人增加这个明星的状态哈，它会造成固伤，而且旁边的周围一圈的友方好也会被打到哈，那这个就很好用，就是在打一些解一些成就，像那个万幻那一关哦，它的防御很高嘛，那你就可以用这一招哦，那他自己扣固体伤害啊，不是，就是目标气血最大的25%，这招嘛，然后这招很好用，然后又可以乱神二跟迟缓二哈。这个放在创面身上也很好用啦。好，大致上就这样。我觉得很好用啦，只是因为它的 CD 很长，它 CD 三回合，所以呢，你会有一回合的那个冷却时间，因为它只有两回合嘛。所以基本上你打冰属性的话，我觉得你但至少要多带一只降攻的角色。不然你要补足他那个相差那个 CD 一回合，剩下我觉得就还好了。哦，这是 PVP 看到比较多哦，我没有打 PVP， 但是打剧情跟 PVP 的话，我这招基本上都会带，看状况啦，看你们自己的搭配，大致上是这样。好，大概就这样。然后关于方宇的外观嘛，就是一样会抖，
哎、欸，很好，会抖。然后这个为什么感觉好像怪怪的 ？OK， 是会抖，很好。好，大致上是这样啦，给大家参考一下，就这样。